华斯特，方才给你自言自语，莫非是去告官不成？对了，华斯特。真是急性子碰上你个馋窝头。好吧，我华斯要远赴天津，先去替人伸冤辩状。都跟你说了。该让我走了吧，华子哥。啊，嘿嘿，老哥，你伸冤辩状，为何不到燕京县衙去告啊？哎呀，我说老哥呀，燕京县衙可是有冤难诉啊！是我前去告状，不但状没告成，反被他们给打了出来。如今你要往何处去告啊？我要到南衙放府包厢爷台前去告。你为何要到包厢爷台前去告你？怎么，老哥，你没听见说过吗？现在包厢爷是名如宝镜，清如秋水，甚至黎民之苦，人都称他为包青天呐。你见过那包厢爷？见过，我们两个从小都是同窗。还是同学呢？那个时候啊，他念的是三字经，我念的是百家姓。这三字经讲的是人伦大礼，这当大到了大官了呀。而这百家姓只管是赵钱孙李，所以我每天穿的家就是赵大官李大娘，落了个周瑜。你既然与那包相爷自幼交好，为何不去投奔？